今天我做饭，抓紧把肉藏起来，一会儿留着我自己吃。啊？还是不保险，这缠一圈胶带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吃饭，吃饭。来了。捡菜。光菜没肉啊？哦，你吃啥肉？你吃，一看你胖成啥样，你吃。我胖哇。吃菜。得想个办法，不能这么便宜他。河粉太辣了，帮我拿个酸奶解解辣。哎呀，这些事儿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做这点小伎俩，还想给我耍？看我一点也不给你生香。胶带完好无损，我的肉还很安全。你咋喝的？我穿进去。甜甜的，就会顾自己。我吃饱了。嗯，剩下你收拾吧啊，我吃饱了。转下来呀，先我收拾。啥情况？啊！一个人。嗯？把我鸡腿藏起来，伪造一下现场。又在搞事情。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吃饭啦。哎，没拿大锅串。哎，我拿个大锅。嗯，简单事得了。啊？怎么变成小鸡蛋了？哎，有点卡了，有点卡了，给我拿出去，拿上来。拿一遍，可能。今天看你能不能换明白。小样的，先让你得意一回。
从哪来的鸡腿？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嗯，趁老公没来，抓紧把我鸡腿藏起来，再伪造一下现场。又在搞事情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吃饭了。嗯，哎，你新买的辣椒酱蘸上点 cos， 蘸蘸，来，你吃，我去拿。哎，来点辣椒酱，还有一个盖，这个好吃，我盖上一个。哦，啊？咋变成小鸡蛋了呢？哎呦，哎，这么辣的来着，给我带点水，渴了。倒水。哎，再来一杯。赶紧。哈这回就对了。今天看你能不能换个明白。从哪来的鸡腿？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嗯，把我鸡腿藏起来，再伪造一下现场。又在搞事情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来，怎么变成小鸡蛋了？哎呀，太棒了！给我端水，端水，淹了吧？哎，你说你。今天看你能不能换明白。
艾纸做熟了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哦，是吧？嗯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